真长老把鲁智深送到山门之外，嘱咐鲁智深一路之上到东京汴梁，你要戒酒戒杀戒妄语，好自为之。鲁智深听到这里连连点头，师父，徒儿记下了。智深呐，你此次下山得到赵员外那里去看一看吧。师父，徒儿就不去了。赵员外以及金家妇女待我智深甚厚，只是我在山上混得这个样子，我没有颜面去见他们。日后赵员外如果上得山来，你就把徒儿的去向告诉他们也就是了。好吧，智深，既然如此，那就下山吧。师父，此时可鲁智深要离开文殊院了，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忽然又觉得舍不得这块地方了。他抬头看了看面带慈善的智真长老，自己自觉的到山上以后对不住这位老师傅。师父，徒儿上的山来待留这多时日，闯下了多少祸，给师父添了不少麻烦，实在心中有愧。徒儿此去东京汴梁大相国寺，一定要好好拜佛奉经，日后承德正果，必定回到五台山来看望你老人家。鲁智深这几句话说的发自肺腑，智真长老听得也为之动情。好，智深，去吧。谢师父。师父转上受徒儿一拜。鲁智深跪地下给智真长老磕了一个头，站起身来，一转身大踏步顺山路走下五台山。鲁智深下了山了，来到山根底下，先到那镇子口那铁匠炉去一趟。干什么？那会儿打了两件兵器，这兵器按日子来说还差两件。鲁智深到这一瞧啊，已经打出来了，付了钱之后把这口戒刀就接过来，一看给他配了一个绿纱鱼皮鞘，这刀打的是真漂亮。鲁智深把这戒刀在肋下一挎，62斤的水磨铁禅杖在手中一滴落，一看这禅杖打得好，这边像一个小簸箕一样，这边一个大月牙，带着小簸箕这边是9尾8环，一抬咯楞一下，一放哗楞一下，这禅杖手中一提，此时刻鲁智深背包裹跨界刀手提禅杖，心想有了兵器了，这就行了，大踏步直奔东京汴梁而来。鲁智深奔东京汴梁这一走啊，自个儿又感觉到如鱼脱网，如鸟出笼，呵，没有管束了，也没有人追着他坐禅了，也没有人管他不让喝酒了。这一路上他是逢村住村，逢店住店，就是不住寺院。为什么呀？一住寺院净吃素斋素饭他受不了，所以他就住在店房里头。别人一问他，他是行脚僧。鲁智深小行夜住饥餐客饮，往前赶路。走着走着，这天呢走到日已西斜的时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鲁智深心想得找个地方投宿啊，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忽然间发现远处天边是一抹红霞，几朵彩云镶嵌着金边，在天际间有一溜青山，青山下是一丛丛的桃林，桃花怒放，这怒放的桃花也像一朵朵彩云和天际的晚霞连在了一起，交映成趣。在这桃林的掩映之下，发现有一个小村落，这个村子离云静静，
炊烟袅袅，村外边有一道清溪，溪水上有一个板桥。娄志臻心想，这村子看来不大，未必有电网，我要到这里边投宿还是可以的。于是他提着禅杖就走进了这个村子。哎，娄志臻心想，这个村子可是挺好啊，一进这村子就觉得那么安静。现在天没完全黑下来呢，哎，太阳刚刚压山，咱们这村子里边的农户们都关门闭户了啊，一个人没有啊。我投宿谁家呢？一看有的是茅草房，有的是泥坯房，就在这个街心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家，这个院落比较大，是青砖瓦房。娄志臻心想，冲这房子肯定这是村子里边比较富的人家，我投靠他家吧。来到门前，用手一推这门弓，这门插着呢，里面有人吗？梆梆梆，里面有人吗？他问了两声，里面没人回答。仔细一听啊，这里边好像有人哭。这个鲁智深就是这么个性格，爱管闲事，如果里边没人哭啊，也许他就走了，里边这有人哭他不动了，继续敲门。棒棒棒，有人吗？开门来，开门来。他连喊了两声，就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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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奔着来了，咕隆咕隆咣当，把门开开，里边出来是一老头，这老头手里边拎着一把切菜刀，开开门之后，二话不说，举起切菜刀了，照着鲁智深，搂头就是一刀。幸亏鲁智深是练武艺的，他手里边提的方便铲呐、今天提的是铲头朝后，这个月牙朝前，他正那么提着呢，老头这一刀不能一劈，鲁智深往旁边一闪身。拿着月牙往地一弹，啪！别！这刀就掉地下。这刀掉地下之后，这老头一看刀出手了，低着脑袋，啪！照着鲁智深就是一扬头，这叫撞扬头啊！这一招，这一头正撞到鲁智深这肚子上，砰的一下子，鲁智深站着温风没动。这老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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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来一定墩儿。老头坐着了，这才抬头看，他一瞧，这门口站一个高大和尚。他瞧这个大和尚比一般的和尚高一头大一圈啊，剃的秃瓢，还下一部短冈髯。怎么出来短冈髯了？鲁智深魔顶受戒的时候把胡子不剃了吗？就那回剃了之后再也不让剃了，这胡子他就留下来了，刚长出来，两道脚活眉，一对大欢眼，狮鼻豁口。一瞧这和尚长得这块啊，没见过这么胖大的和尚，身上穿着青僧衣，白虎领，白水袖，粗灯水霸云鞋，肋胯戒刀，手提禅杖，站在面前真的好像一个活了的金刚一样。老头心想，哎呦我天哪，这哪那么个和尚，这和尚这是和尚王，这是和尚成精，这是和尚种，没见过这么大个和尚。哎呦，我撞错了。老头面带愧色站起来了。哎呦，师父，您多原谅，我认错了人了，您多多海涵。老人家，你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我拿刀要劈的可不是你。你原谅原谅，师父，你有什么事？行路僧人错过投宿之处，打算借贵宝处借宿一夜，老人家不知能否容纳？我好说好说，师父，您进来吧，进来吧。罗志深迈步就进来，老头接着把院门就关上，
领着鲁智深进到上房屋。进上房屋，鲁智深一看，心里乐了，怎么回事？一看这上房屋啊，摆着满满的一桌酒席，羹匙补碟都在那放着，那羹匙补碟里面干干净净，看来没人吃。旁边呢有一坛子酒，鲁智深心想，怎么今儿个知道我来，酒席都准备好了。又一琢磨，不对，老头见面给我一刀，他怎么能知道我来呀、啊、这是摆上酒席请客还没到，我赶到了。他把这坛子往旁边一立，老头让鲁智深坐下，鲁智深就坐在那儿了。老人家，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天呢，没别的，这是我们家里边啊要聚一聚，吃点喝点。师傅，正好您来了，您来的太巧了，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桌饭菜呀，就是给您预备的。这坛子里边有酒，师傅，您自个儿随便倒着喝。桌子上所有的菜，您随便吃啊，要缺什么少什么，你告诉我，我给您拿。吃饱喝足之后啊，您看我这屋子里边陈列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您喜欢的，您都带着啊，别在我这儿住。马上快赶路，出村之后往前走，赶六里地，刚天黑你就能走到那儿。那有个大镇子，那里头啊有店房，上那儿住去，在我这儿住啊不安全啊。吃吧，吃吧。鲁智深一看这老头哭的俩眼通红，忽然对我又如此客气，把鲁智深给弄愣了。老人家，你不吃吗？我不吃了，我吃不下去了。这是不是还有别的客人？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什么客人也没有了。我们家的人呐，我该打发的都打发了。跟你说，师傅，咱俩有缘分。您是我临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老人家，你何出此言？你也别问了，我呀马上就完了。咱们俩见着一面呢，这既是有人缘又是有佛缘。您是出家人啊，喝酒喝酒，我给您倒上。且慢，老人家，您跟我说说，究竟为什么您要死了呢？看见没有，房梁上的绳套都拴好了，你晚进了一步我就钻你了。哦，那什么事情要让你寻短见呢？哎，我跟你说了也没用，你听了也管不了，心里边呢还多了一份别扭，这是何苦来的呢？哎，老人家，大家生性好管人间不平之事，你说了之后说不定我就能帮你一个忙。哎，我不说，您要不说，这酒我也不喝了。你看看，什么人都有，你非要听听我跟你说说。我跟你说啊，我呀姓刘，叫刘德山，我们这个村子叫桃花庄，我在这个庄里边啊，大家伙都尊称我叫刘太公。在这村子里头啊，我还是个说三道四的人。嗨，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19岁了，叫刘玉莲。我们两口子看我女儿视如掌上明珠啊，应该说我这个孩子十里八村少有的这么一个俊姑娘。没想到我们两口子稳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前些日子村里边有一个花田会，我女儿去逛庙会去了，就被附近桃花山上一个寨主给看着了。我们这有个桃花山，离这不远，山上有两个寨主，大寨主叫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那个二寨主人送外号小霸王，叫周通。这个周通看见我女儿之后就跟到家里来了，
就跟我说要娶我女儿上山上做她的压寨夫人。师父您想，我们是正经人家啊，怎么把我这么一个爱如掌上明珠的女儿嫁给一个山大王去当压寨夫人呢？我说不愿意。寨主说了，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给我撂下20两金子还有1匹红锦，走了，日子定好了，今儿晚上就到这儿来接亲。说是接亲，实是抢亲，我没办法呀，我告诉官府，官府管不了他，这官府跟桃花山上的山大王勾着，山大王没事给这青州府老送东西，现在是官匪一家欺压百姓啊，我一看官府不能管，山大王我惹不起，村子里边老百姓眼瞅着我要把我女儿送到山去就得笑话死我，我们三口商量了一下怎么办呢，惹不起咱躲得起，要躲咱就彻底躲，阳间不待咱躲到阴间去，所以呢我们全家就做了那么一桌好吃的，我们准备吃喝完了之后呢各自寻死，我跟他们娘俩说了我先死，他娘俩后死，让他娘俩上后边挡着，我死别让他们看着，他们言亲呢，娘俩躲到后边去了，我这正准备要上吊呢，您在外边就敲门，所以我给您开门进来，您不是我在阳世之间看到的最后一个人吗？竟有这种事情，对对对，不死不行吗？不死我怎么办呢？小霸王周通来了，我怎么惹他呀？鲁智深说：“那有什么？等到今天晚上他来接亲，大家在这里等候与他，挥起我的铁禅杖，我打他300禅杖，打他一个灵魂出窍，筋断骨折，这不就完了吗？”老者一听，师父您这心意我领了，但是不行啊。